Sing you'll be for us, b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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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trike the harp and join the chorus. Oh, follow me in every measure while I tell of your tight treasure. Fast away the old year passing. 震惊，关不了，关不了震惊，希望大家呢，呃，我想大家也已经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夜。而在昨天的圣诞的专辑当中呢，同学们的焦点竟然不是，诶、欸，我们又破案了，往破案迈进一大步，因为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版本的题目。大家的焦点竟然是上了一堂音乐课。大家对于最后的那个 Silent Night，到底是世界哪一个第五大男高音所唱的，表示高度的兴趣。 不知道答案揭晓了没？好，在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谈到的，就是又出现了不同的博士论文的题目。那我就必须修正了。以前我不是讲吗？我说蔡同学的博士路程是一场闹剧，两个博士，对吧对？最后拿一点五个博士，但是啊、呃，老师最后不是讨论要给他两个博士吗？三是什么呢？三是三张证书。 四呢是什么呢？四本论文。现在我发现不是。来，我们重新定调，我们重新改写。一是什么？一场闹剧，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闹剧。二是什么？二是两个博士那、哦、他自己说的嘛，一点五嘛，一点五的话四舍五入 rounding 嘛，就变成两个嘛。三是什么？三张证书，没错吧？三张证书是一九八四那个看起来就跟别人的证书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 一九八四的证书跟二零一一、跟二零一五的证书长得一完全不一样。二零一一跟二零一五比较相近啊，有比较呃清楚跟精美的印刷。二零一一的、二零一五的是相近的。一九八四呢跟后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三张证书，我说过，姑不论一九八四是真是假，二零一一跟二零一五这两份当中一定有一份是假的，因为 LSE 的规定明白的说。 你一生只能补发一次证书。好了，那么四是什么呢？现在我发现，蔡同学，你有四个题目，你一共出现了四个题目。五是什么呢？我们发现你的博士论文有五个版本。好了，来了，你是一场闹剧，两个博士，三张证书，四个题目，五本论文，这样清楚吗？ 一二三四五，1> 1, 2, 3, 4, 5, 大家再讲一遍啊！一场闹剧，两个学位，三张证书，四个题目，五本论文。好，我们来，为什么说五本论文呢？我们先从五开始讲起，五比较神奇嘛。好了，重现江湖第一次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号的黑皮书出现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 Women's Library，这是第一次出现。 然后，事隔不到三个月之后，千呼万唤始出来。你在二零一九年的九月二十三号，好，终于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这个黄崇燕呢，这几个魔术师戴了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把你的论文拿出来。我张大着眼睛看，哇！我希望看到一本像这样子的论文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就涕泗纵横地跪在摄影棚说：“蔡同学，老师错了，过去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就没想到你拿出来的结果是，我再次证明了过去的一切，以前种种，譬如蔡同学你的死，哈，证明了什么？这一切都是你的错。为什么？因为你在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三号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记者会，你拿出来的你的博士论文竟然是一页一页一页的，你后来还硬凹说哪有一页一页的？来。 我们就把这个历史还原到二零一九年的九月二十三号。我们先看看你拿出来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再看看你当初被人家质疑说论文怎么会长那样子的时候，你是怎么回答的？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当中，<Okay. S 2> 呃，准备好了我们就公布了。这个没有什么一页一页的问题，都是一整本一整本的啦。是，还有点珍贵。那、啊、怎么样？ 另外一没有什么一页一页的问题，都是一整本一整本的啦。没有什么一页一页的问题，都是一整本一整本的啦。各位，呃，如果你发现你看到那个是不是一页一页，是一本一本的，那你就要多吃叶黄素啊。我想，呃，叶黄素吃的够的同学，一定知道呵呵那不是一本论文，那分明就是一页一页的，上面还有立刻白嘛。 啊，泛黄的纸上面还有立刻白我，我我其实这样讲了、啊，那個、根本就是蔡同学的草稿。OK，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那一页一页的东西，他始终没有把它拿得很清楚，而且你注意看那个厚度，那个厚度大概充其量撑三张，三个 chapter。各位注意一下哦，好，因为你看哈、哦，那个是 leaf 哦、啊，那个不是配置 g 哦，那個、不是两面印刷、啊，所以以那个厚度。 它充其量，如果你看，你把它变成两页印刷的话，充其量只是它那一本黑皮书《This is a book 的》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我再三讲嘛，蔡同学，你确实写了一个 proposal，但是你的 proposal 没有过，你的 proposal 没有过，所以你留下了三张的 proposal 之后，你开始呢在后面再增加一些东西，然后拼拼凑凑，最后把它弄了一部拼装车。 硬要塞到我们嘴里说那是你的论文，这就是故事的整个主轴，就是这么一回事嘛。好，那我们就要来讲了。你九月二十三号的这个魔术秀，拿出那个一页一页的草稿的 proposal 之后，过了四天，被大家逼的你必须把它上架，所以呢，你就弄了一本这个国图的，你去重新 binding 嘛，因为有啊，因为你在六月二十八号之前你就已经呃弄了一本啊，放在 Women's Library。 所以你在九月二十七号教师节前一天，哎呀，你真是庆祝教师节、啊！你的老师真的被你气死了，除了被你四死之外，怎么会教出这样的学生，这么不长进？除了学问做不好之外，道德更是糟糕，好一路舞弊到今天。好，结果你拿去国图的那一本，好，你看看，全世界找出这样的论文吗？第一个里面，英文之外还加了中文感谢页。 这很摆明的是后面加进去的。我请问国图，我可以去国图修改我的论文吗？你会接受吗？如果我送了一本论文到国图之后啊，我说哎，对不起，我要加点新东西，可以吗？所以我说国图的馆长、副馆长，你们将来都有责任的。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全身而退，好，你不要以为呃 liar in t 可以永远横着走路。好，再来还有。 你知道那个国图的版本，九月十七号那个国图的版本最荒唐的就是，里面有两份是感谢页，是这个阿飘文件，哈、啊，这个著名的阿飘文件，竟然出现在国图的那一本你所谓的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口试通过函，出现了一个博士考试通过的这个合格函，这两份通通没有人签名。 国图，你会接受一个没有人签名的文件放在论文里面吗？好，我要问的是，谁做成的决定，这个人将来一定有责任。好，另外各位可能会想说，他为什么要在他的这个呃黑皮书啊，This is a book，在国图的这个版本当中去放两页这个没有人签名的函件？其实，他是在规避一些在英国的法律责任，同时呢。 是在骗一些那台湾把它给豺狼了啊！白话我们讲就这样。他其实为什么不敢把这两页放在他英国的 This is a book women's library 一放进去，他马上会出现问题，因为看得懂的这本书的人跟他们图书馆员一看就会说 “No No No”，这个没有人签名的文件是不能放进去的，所以他不敢放在那边。但是他为什么敢放在国图呢？ 他欺负我们在台湾盯着他论文看的人不多，所以他只要骗一些没有读过书的人，骗一些年轻的那个 liar i n f a n t 粉，好这些 liar infants，他们其实你去看他们现场的年纪跟学资历，他们真的不知道一本论文应该长什么样子，他们也不知道一个博士应该是怎么样的修业课程，所以他只敢去那个大学生的场合呼隆呼隆一下，所以他就放在台湾骗台湾人不懂，所以你看为什么国图的版本？ 跟在英国 Women's Library 的版本会出现不同，不同在哪里？台湾的国图有一个中文感谢页，台湾的国图这个版本里面呢有两张阿飘文件，没有人签名的，他拿来欺负台湾人，他欺负中华台北人，好欺负，这实在很生气。好，这个就是九月二十七号的第三本论文。好好，问题来了，第四本论文是哪一本呢？第四本论文就是。 请问你，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号出现在英国 LSE 的 Women's Library 的那一本论文，黄崇燕的说法是传真到英国，请英国这边呢代为装订送进去的。好，我我们来听听看嘛。呃，总统发言人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 Women's Library 的这一本是从台湾传真过去的啊？他们是这样讲的，没有错嘛？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问题来了，为什么我发现了第五本论文？因为好，就是黄崇彦在这个记者会中讲的这一段话。你们记不记得，在英国的 Women's Library 的这一本《This is a book》出现一个大笑话，就是中间缺了六页。这个林环强教授亲自去看完以后，徐永泰博士也去看，两个人都证实缺了六页。后来我请我的学生去阅读的时候，他们也说那本还在，还是缺六页。好。 缺了六页之后，到了总统府魔术秀之后，国图的九月二十七号，嘿，神奇咯，这 missing six pages 跑回来了，这个遗失的六页回来了。总统府的蝗虫叶是怎么解释的？他说，缺失六页是从其他年代的版本中找回来的，那表示还有其他年代的版本喽？那到底在哪里？ 我说啊，我们穷尽所有能力，在地球上找不到蔡同学的任何版本，包括 I A R S，包括 Sunny House Library，啊，L S E 的 Library，正大教育部外管，不管认证不认证，东吴通通都没有，这个就齐了，还包括作者本人都没有，全地球上没看过这本论文。 却从总统府的口中变出了五本，来，我们再呃来这个复习一遍。不过复习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看黄崇彦是怎么说的。那现在 LSE 图书馆的版本就是我们寄还给他的版本，中间有缺六页的部分，那确实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疏漏。但经过相关的查找，其实我们的相关的那个其他年代的啊这个翻译本可以看到完整的这个页次，所以现在我手上也提供给各位。 啊，也就是论文里面啊，Part One 的第一章啊，我们这样讲没有错吧？他应该有五本论文。第一个最早出现江湖的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号，在 LSE 的 Women's Library，This is a book，黑皮书啊，这本 This is a book 现在真是洛阳纸贵啊！啊，以前三十六年没有人看过他论文，包括他的五十几个直接指导的、间接指导的硕士生。 竟然没有一个人 cite 他的老师的博士论文。你北美教授协会、台湾教授协会，你给我任何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就好，我就跟你们两个协会正式道歉。你给我任何一个正式的，呃，不是乌龙的学校的正式的学生啊，有名有姓的指导老师，在正常的情况下，他的所有教的学生。 没有一个人 cite 他的老师的博士论文，给我一个就好，没有任何一个啊，除非说，呃我我我实在找不到一个除非理由了啊，除非说跟这个蔡同学一样，博士论文遗失了啊，或古早年代找不到啊，或者是没有副本，我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理由说有一个老师指导的所有学生。 在所有学生的所有论文中，都没有 cite 他的老师的毕业的论文，找一个给我看看，让我觉得自己才疏学浅，井底之蛙。好，我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五本论文，大家数一数嘛。六月二十八号的黑皮书，再来呢，九月二十三号的草稿，一页一页的。九月二十七号国图那个有盖那个国图章的国图背书的。 三份吗？对不对？第四份呢？就是六月二十八号在英国的 Women's Library 是从台湾一页一页传真过去的，所以那个一页一页传真过去的那一份，它总有一份这个呃原来的传真的那一份呃版本嘛，才能够传过去嘛。那那一份在哪里？好，第五个就是黄崇义刚刚讲的、啊。 他说那个六页的 missing page 后来找到了，是在其他年代的版本找出来的，所以把它补回去的。那那一本又在哪里？所以我说他至少有五个地方有五本论文，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嘛。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了两份，啊，两份是装订完整的，一份就是国图的，一份就是呃英国伦敦正义学院的妇女图书馆就没了。好，所以证明了它是一场闹剧。 是两个博士，是三张证书，是四个题目，是五本论文。好，接下来我们要破案了。为什么会有四个题目呢？这个其实跟他整个作弊的心理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接下来用心理学来解说一下，为什么它会出现四个题目。 震惊，经关不了，关不了。震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轴会是蔡同学为什么会有四个题目啊？作为他的毕业论文，那这背后其实他表现的是他隐藏在内心的一个犯罪心理学。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二零一一是一个关键年代，二零一一年他偷渡了很多东西，他改了很多东西。 而且呢，去做了很多很绵密的手法，控制很多东西，还出了一本洋葱炒蛋的书，而且还吹了很多牛。有个网站呢，台湾的真相啊，他们整理很用功，他们整理出来，就在二零一一年这一年，蔡同学到处去跟一些 liar infants 啊，跟一些他的这个年轻的辣英粉演讲巡回校园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他的博士的论文题目的。 We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no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the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 one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 这个时候，黑人因会跳出来，呃，问号哥出来说：“到底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搞的？题目怎么这么多？”好，来，我们先看看，二零一一啊，是一个转折点。在二零一一这一年，他为什么要开始出来讲故事？因为他二零一一的时候，他知道他要选举嘛，啊，二零一二年选举，所以他到处开始铺陈，包括他写了他那一本《小英便当与洋葱炒蛋》。 这本书呢是在二零一一年的十月初刊的，但是你也知道，准备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是从二零一一年的年初开始，或者是更早开始。以他如此才高八斗，写一本论文六个月不到啊，题目出来是一月份，六月份就交了五个多月。那写洋中炒蛋小英便当应该更快了啊，所以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二零一一年写的。好，那么他二零一一年写了这本书之后，他就开始到处去演讲。 同时，因为他知道二零一二要选举了嘛，好，到处去演讲，所以他这个时候要把他的演讲的内容跟他写的书开始渐渐的对焦。但是我讲了，撒共希拉奎，因为他过去做的事情太荒唐，所以他要把它聚焦有一些困难，所以他开始慢慢逼近啊，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数学里面的那个，就是要逼近一个极限值，那这个渐进线之类的东西。 他要慢慢慢慢的去去收敛，可惜他的技术不是很好，不是健忘，就是 IQ 不是很高，对于逻辑研究方法没有学好，所以他漏下非常多的破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打脸他的。好，首先呢，我要讲的是他的题目，第一个出现的题目应该是这一个，好，来这个题目是。 就是在他的学生记录表上面莫名其妙被杠掉的，而且那是两个不同笔记啊，是这个学生记录表呢有两个笔记，我在节目中曾经讲过了嘛，一个呢是写是从左上写右下斜的，好，就人老美写英文哦，它比较不像我们会写很正，它不是歪的写，就是这样子写，好，它的纸不是这样子写，就这样子写啊，在美国留学过知道老美怎么写考卷的人，你可能会会心一笑。 好，他们的纸不会放正，很正的。然后像我们这样子写，很奇怪。他们有时候考卷是写这样，是放四十五度角，然后这样子写。有人放这样子，这样写。所以写出来的字，有的是左上向右下斜，有的是右上向左下斜，就那个字母是这样子的。好，这一份学生记录表碰巧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写字的习惯的人写的，一个是左上往右下写。 一个是右上往左下写，好，可以。我在节目中也讲过，拉英粉 l a i n 会很轻易的跳出来打脸，说没有啊，那个记录表就是横跨三年，有两个不同的所办秘书啊，所以两个不同的人登录的。呃，这就是我不太喜欢走小巷子，不太喜欢打小巷子的原因。因为打小巷子再怎么样发现都会被拉英粉很快的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又有另外一个原因。但我只能说每一个。 Liar in 粉回答的答案都能告诉我们，蔡同学的一生真的都太巧合了。他把所有的十万分之一的几率啊、哦，不知道 n 次方了几次啊，这就是他最奇怪的地方。好，那我就说合理怀疑这一份学生记录表，他有两个以上的人写，两个以上写也没什么稀奇。我再问一次，为什么一个学生可以拿得到他的学生记录表，而且？ 为什么一个学生可以拿得到他没有人签名的口试记录函？为什么可以拿到没有人签名的口试通知通过函？答案在哪里呢？我直接破案好吗？这个答案我们已经拿到一定的证据，而且在继续搜证当中。这些东西都存在在英国伦敦大学他的记录表当中。 而这份档案呢，存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自己的所办上面保管。也就是说，蔡同学当时通过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是在一个 file 里面，而这个 file 里面包括了学生记录表，包括了空白的口试页。为什么通过空白的口试页？各位知道吗？因为所办已经打好了类似的文件，但是蔡同学 proposal 没有过。答案就是这样。 就蔡同学也去参加了他的博士论文的 proposal 考试，但是他的博士 proposal 的大纲没有过，所以这些文件呢就没有发出去，没有给后面的人继续签名。合理的推断是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呢，他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东西呢就打好了，就跟在台大新闻所我说过的情况一样，学生还没有口试之前，其实我们的呃作业都已经做完了，然后学生会拿到一个密封的密封的袋子。 交给他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就把它拆封出来看，等到学生过了之后，就把原先打好的文件请所有的老师签名，签完名之后，这个文件才生效。好，这一些没有签名，表示当时没有考过的，在考试之前准备好的文件，放在学生记录表的整个 file 当中，那怎么会落到学生手里呢？各位。 你拿得到你的学生记录表跟相关的 file 吗？蔡同学，他二零一一年亲自去了一趟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各位还记得吗？各位还记得二零一一年的六月九号，蔡同学跟着陈其麦，跟着谢志伟，好，跟着肖美琴，还跟着张小月一起去了一趟伦敦政经学院，但是我判断的是。 这五个人里面也有远近亲疏啊，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参与。我相信张小月被支开过，他不知道。呃，蔡同学曾经到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 Senate House，跟他们的这个所谓管所有的注册跟记录的地方，他用他自己的身份，跟外交上中华台北啊，在二零一一年的时候，中华台北的民进党的党主席啊这样子的身份。 跟本人出现，去要了他的所有的学生记录，好，这个东西可能 Gardens 也帮上了忙啊，David Held 也许也帮上了忙，因为对于英国来讲，把记录要出来，拷贝一份，不是什么太，呃，不不通情理的要求，而且本人到了嘛，对我本人到场了，我要求印了一份我的东西，好，所以我要讲的是哦，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跟英国伦敦大学。 极有可能啊，而且我们在掌握当中有这些东西的原件。那蔡同学为什么要去把他的东西要出来一份呢？要出来一份有很多目的。第一个，你要编故往后的故事，你要知道前面的剧本是怎么写的，你要知道学校保有的你的剧本是怎么写的，所以他要编故事，先要把原件的剧本要出来。第二个，他要在原有的这一个学生记录表上面。 去加工之后，他才可以继续把以后的故事讲完。所以，二零一一年的六月九号这一天，啊，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应该留有他们的访客记录。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中华台北的在野党的党主席啊，还有外交官一起陪同下，还有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前院长一起配合的话。 要拿到当事人当年的学生记录表跟相关的 file 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现在努力的找寻当时在现场啊，在这个院办办公室当中还在场的职员，到现在八年了，并不会这么容易就消失啊。希望这个人不要被消失。好，这些人证物证都在一起，通通上法庭，会在法庭中一个一个呈现。 那我要讲的是那一天，显然还有一个猪队友叫陈其麦，很开心的在第二天，就是二零一九年的六月十号，在他的脸书上抛了一些照片，在脸书上抛了一些东西，证明他跟蔡同学一起在伦敦政经学院做了一件他们认为很成功的事情。所以记得二零一一年的六月九号，他们这一群人真的到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去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找了 Guidance，探寻有没有可能把 This is a book 塞回他们的图书馆，但是本节目判断偷渡失败。但是他也做了几件事情，包括因为本人到场，所以去申请要出了他的学生记录表跟相关的这一些呃很多的呃学生记录表，还包括了口试通过函、口试通过书、通知书这些东西。但是我要讲的是。 蔡同学，你让我们这些智商五十七的人要质疑你一个问题：你的本人都已经到了现场了，你为什么去不不去补发你的毕业证书呢？你千里迢迢跑了一万公里，都到了现场了，你为什么不亲自去补发你的毕业证书呢？那你就不用在二零一一年又来一个二零一五年呐、啊，什么这些二零一零年呐、啊，对不对？那你就不用再去补发二零一五的了，不是吗？为什么没有？ 因为没有毕业，你你本人到了，你不去被打脸吗？所以，二零一一年你做了一些事情，却没法做一些事情。但是恭喜你，你调出了你的学生记录表，还有那个没有人签名的阿飘文件，因为这些东西都放在 student file 当中。你的 student file，据我们的了解，还在，不会 missing、啊。好，你也不要找神偷去偷啊，因为很多东西都已经留下记录了。所以。 你从二零一一年把你的这些相关档案拿出来之后，开始写你的这八年来的学思历程的路。因此，我们从二零一一年切一刀，往前跟往后，你会出现不同的论文题目，答案就在这里。进入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team would use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no team would use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the team would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 the team would use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在我那个年代, 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听完以后，你会问说：“你蔡同学，你的题目到底是什么了？”一个人会搞不清楚自己的论文题目。这个论文是拿两个博士学位的，最后拿了一个半的，这么光荣的题目，而且那个题目很短，你会搞不清楚。来，你最先出现的你的题目，就是在你学生记录表的原本上面那个没有被划掉的，就是划掉之前写的是什么？ Law and non-tariff trade barrier legal control 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a t r a n s i t i o n a l world。这是你原本的题目。我们说这个题目文法上不通，左看也不通，右看也不通。好，被划掉。这个题目它是一九八三年以前的。我们认为这题目极有可能是你当年为了敲 proposal 提出来的题目，后来就是没有过啊，没有过。那么。 接下来呢，你又出现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哈、啊、是在二零一一年的十月二十五号，你出《洋葱炒蛋》这本书的时候，你提到你的论文题目是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好，这个题目呢又被你在演讲当中，二零一一年的演讲当中，你记得啊，就是二零一一年这前后，你一直在想一个题目。 你就说这个题目本来后面还有一个 in a changing world，也就是说这是第三个题目喽。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 in a changing world，这就很奇怪了。你说老师把这个 changing world in a c h a n g e world 拿掉，告诉你说，呃，没有一个市场不是在变动当中，哈，这也很奇怪。结果你稀里糊涂又跑出了你一个新的题目。刚才你的节目讲中讲过嘛，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好，我昨天节目当中讲错了。 我昨天节目当中讲你的题目是 safeguard domestic market，因为我们没有听清楚，你的题目讲的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这个文法稍稍还 OK，但是我讲过，没有人的论文题目是这么短的啦，因为这么短的题目是包山包海啊。好，如果你的题目真的是这样，你后面一定有个 dash，a case study of 什么 whatever，呃，a case study of Taiwan 什么巴拉巴拉巴拉，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case 啊，来那,那这个。 是另外一回事。那你后来就说，这个老师把你这个题目的尾巴拿掉了，所以又出现一个题目叫做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in a Changing World。就原本是 In a Changing World，后来把尾巴拿掉，所以变成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你这个题目讲了好几遍，所以可见你没有口误。可是为什么你最后偷渡到英国的，还包括你在 p r o q c a s t 在网络上面、书目上面的题目都叫做？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好，来，我们要说文解字。好，我们把你的论文题目拆开，我们来看一看啊。以前我不太想谈你的论文，是我真的觉得不要走进小巷子啊。而且我认为我也不是啊、呃、经济学方面的 PhD 啊，不要说长道短。好，但是有的时候觉得不讲一讲，好像会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我这个、嗯、书读不多，没有能力讲哈,哈，没有。 中一卡，不要忘了，中一卡的硕士念的是跟经济相关的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s，所以，嗯，要沾一点边还沾得到。我来给你解题啦，我告诉你 conceptualization 啊，conceptualizing your thesis title。来，你的题目不外乎分两套哈、啊，你在一九八三年以前的那个什么叫做 law and non tariff trade barrier legal contro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world，这个就不说了啦。 好，这个就是不见了。好，这个题目，好，你一直想要弄一个 in a transitional world 或 in a changing world，就你告诉我们说你的老师给你打枪了，跟你讲每个 world 都在 changing，都在 transitional，哈，每一个都在变、转变、在变化当中，所以这句话是多余的。好，那既然是多余的，你剩下的题目分两套嘛，一套叫做 unfair trade practices，后面呢叫做 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对不对？好，简单的讲。 你现在在你的《This Is a Book》上面的题目是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我们就一直讲，说你这个题目有问题，好，因为没有人叫做 “Safeguard Actions”，“Safeguard” 就是 “Safeguard”，没有人讲 “Safeguard Actions”，这是个奇怪的题目，好，而且就像高人指点我，他说你这个题目如果真的要改的话應，应该叫 “Safeguarding for Unfair Trade Practices” 这一类的题目才是真正的。 论文题目好，果然呢，好，你看，你呢就说你的题目叫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问题是这个题目虽然是一致的，但是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怎么讲呢？你的概念解析这个题目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叫做 “unfair trade”，“unfair trade”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叫做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或者是 “safeguard”。 这些东西，好，简单的讲就是一个是不公平贸易啊，一个是防卫，不公平贸易防卫这两个东西啊，好,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哦，这意思就好像说，呃，你要防卫，但是你要防卫的不一定是不公平贸易哦，你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这是一个题目，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但是 domestic domestic market 为什么要 safeguarding？可能是因为有 unfair trade，可能是因为有其他的政治因素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川普他要保护他的农业州，不一定要有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啊。他为了他的选票，他也可以 safeguarding，他也可以做一些防卫机制来为了他的选票的农业州。所以 safeguarding 它有很多很多的前提，会导致 safeguarding 不公平贸易。 只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有没有 unfair trade，跟 safeguarding 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结果你的题目出现两个，前面讲的呢是只有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后面出现在 this is book 上面的呢是出现两个概念，就是贸易不公平以及防卫。所以这个东西就好比说，呃，呃，小偷猖獗，所以加强警力。 啊，这就是 unfair trade and safeguarding，小偷猖獗，加强警力，这中间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就是加强警力，加强警力呢，可以很多原因呐、啊，可以因为春安演习啊，可以因为小偷猖獗啊，可以因为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可以因为警察没事做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题目。可是为什么你的题目呢，会开始越走越？ 呃，发散，答案很简单，因为你的论文是一个三页的前三章的 proposal，加上后面你被逼急了，在二零一一年以后，二零一五年有人开始质疑你，就是国民党质疑你，知道你被你开始知道说这件事情要接受检验，所以你开始凑，你开始拼凑你的四五六七八章，啊，前面三章是你的 proposal。 没有过被打枪，所以留着黄皮书，留着那个呃泛黄的一页一页的。后面你就开始写，要把一些东西兜进去。但是你知道，你要兜一些东西，东一篇西一篇，所以你大家一看就是一部拼装车。好，那这一部拼装车呢，拼装起来很不容易。最后拼装出来以后，你会觉得四不像。四不像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把他那个题目做的广泛一点。 啊，做的广泛一点，做的广泛到呢，好像什么都沾到一点边。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去拿了保时捷的引擎，啊，去拿了这个宾士的内装，啊，却去拿了一部卡车的钣金，然后去加了一部载卡多的轮胎。你说来，我做了一部车，那请问你，你要这部车要叫什么？叫跑车？叫休旅车？叫做 sedan？都很困难。 所以，我干脆把这部拼装车叫做什么？叫做一部车，这样各位就懂了吧？我拼装完了以后，我就让它变得很模糊，啊，或者我把它变叫,叫做叫做轿跑、修理货卡、通用车，轿 <coughs> 跑、修理货卡、通用车，这样子就不会错。这就是为什么你后来的题目叫做 “Safe a n 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你把两个论文不同时代的内容把它兜起来啊，中间有若干重叠，有若干不重叠，没关系。我的题目就叫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看了内容，你会慢慢发现，文跟题仍然不对，仍然文不对题。那我就要说了，那你为什么二零一一的时候到处吹牛，说你的题目非常的短，叫做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为什么要把它叫做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这个部分呢，我的怀疑是这样哈：，二零一一年开始，你想要开始去重新塑造一个可以塞回去的论文跟故事，就是你要兜一个新的故事，所以你就要把这个兜的这个题目弄大一点，safeguarding domestic。所以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这个题目可以包含两个方向，一个就是。 Because of 啊、uh, 这个 unfair trade，那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就是 i t s o r d i n a r y market，因为不公平的贸易，所以我们要防卫机制。另外是不管贸易公不公平，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些防卫机制，可能是因为政治考量，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选票，呃自己的这个内部环境的调整，或者自己内部的策略，轻什么工业，重什么工业，好，经济建设的一些一些方向。 不一定是因为 unfair trade 啊，所以 safeguarding 有很多理由。所以呢，你就把这题目弄得大一点，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因为你打算要开始写一本包山包海的论文偷渡进去。结果呢，后来你去了一趟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啊，你把你的这个记录表拿出来之后，你就发现说，哎，不对，当年呐、啊，曾经在 proquest 跟其他相关地方。 有一个题目哎、欸，我都忘了我还有一个题目叫做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当年是怎么样去弄了这个题目呢？我看你自己都忘了，所以你突然想到从英国回来之后，决定定掉，我还是回到原来那个题目，叫做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这样就合理了嘛，对不对？不然你在英国出发之前几天，你看你六月九号到英国去，结果你六月初跑去了这个。 呃，去参加人家的这个大学生的演讲的场合，你还讲了说你的题目叫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结果你去了一趟英国伦敦之后，你把你的学生记录表拿出来一看，哎呦，我当年还真的留了一个题目叫 unfair trade p r a c t i c e and safeguard actions。所以回来以后呢，就开始把故事朝向一致性的方向去收敛，所以就定掉了 unfair trade p r a c t i c e and safeguard actions。 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题目，它会出现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 Women's Library，以及一直后面到了它的国图跟后面的这些题目，这样推断是推断好，我不敢讲这就是事实，因为中间还是有很多漏洞，还是有很多奇怪的漏洞。但是我就要讲，你怎么会在二零一一年一路上就说你的论文题目叫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还跟人强调说非常的短？ 可见你没有讲错，你讲的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你还跟人家讲说，我这个论文题目出奇的短。那至于有没有 a changing world 啊，这个你可能就去掰吧，我当你是讲故事。好，为什么二零一一会出现一个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好，我的推断是这样，各位先进想一想，我知道很多福尔摩斯在现场，福尔摩彭是这样想，并不代表故事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中间太多不可解的地方。 一个人念完博士这么骄傲，可以拿呃两个到三个博士学两个博士学位还是一个？老师讨论了半天，要给你一个还是两个？最后决定给你一点五个，这你自己亲口讲的哦，证明你不是在吹牛，你也不是在公申请。你说最后决定给你一点五个，对于一个这么骄傲的一个研究，你怎么会恨不得把论文烧掉？可见恨不得把论文烧掉，你没烧掉嘛？ 你没烧掉的结果跟烧掉一样，因为到处都没有，全世界都找不到你的论文。而且，你这么骄傲的一个论文，你竟然连他的题目都搞不清楚，到底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还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in a changing world，还是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还是你在洋葱炒蛋里面又蹦出了另外一个题目嘛？ 好，这个题目，哦，我我我我实在记不得你的怪题目了。你你杨叔好像又出现了一个什么 “inner changing world” 奇怪的题目。好，那我要讲的是，怎么可能你对你自己的题目这么不了解？可以从头掰到尾。好，那我要讲的是，我的论文就这一本呢、啊，也不用藏，也不用躲啊，它的题目就很清楚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啊。Effects of voters' perceptions and their effects toward candidates. 骗都不要骗，好，那这本论文啊，三百一十三页，还有呢，如果你呃想要检验一下呃街头艺人的执照是真的假的啊，你可以去，你拿不到这一本的啦哈，因为这本原文的是不可能外借的。那么你可以去、呃、U MI, 啊，U M I 啊，U M I 的全名叫做 U M I Dissertation Services，你可以上网去买啊，可以去 key in，呃 w e n j a p i n 啊，或者是 e f f e c t s OF voters perceptions of mass、uh, preferences and their effect to candidat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一九九五年。OK，大概现在不知道多少钱哦，可能七八十块一本吧。啊，那可以买到。欢迎看看有没有四百四十五个错字。哈、啊，来，这段广告马上回来。委员，请问二零二零年选举，你准备花多少钱来选 <laughs> 这金刚丹呢，没有花五千万啊。 你要准备一亿呀、啊！可是委员，选爸法有规定啊，那选举只能花一千万呢、欸。哪家媒体的？哪家媒体的？那么笨，公司都可以做假账了，<laughs> 选举难道不行吗？<laughs> 委员，可是立委四年薪水都没有五千万呢、欸。你，还是打你啊，<laughs> 我跟你讲 我一定会台北市大安区立委候选人九号张瑜健，只花五十万来选举，清新干净没包袱。 震惊，关不了，关不了，震惊！好，今天呢有重大的发现，就是蔡同学为什么有这么多论文的题目？你们有有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你的论文题目竟然会搞不清楚，而且差距这么大。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跟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差个天差地远，差东多啊，哈，差很多，差金子啊。好，你看一个叫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啊，一个叫做防卫，呃，本土市场啊，另外一个叫做 unfair trade practices，这里面谈到了不公平贸易哦。刚刚讲的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 没有不公平贸易的概念在里面哦。好，然后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不公平的贸易还有防卫啊。那前面那个是怎么防卫本土市场？ 好，刚才如果有上课有仔细听就知道嘛。如果你只是防卫本土市场，你有很多理由，不单纯是为了不公平贸易。啊，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个题目就是不公平贸易以及防卫，所以那个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 比较大，呃，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比较小。但是我要讲这两个题目都不是论文的题目，因为这两个题目都大到无边，一个正常的有概念的老师不会允许这样的题目出现。 好，如果你今天的题目是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你后面一定有个 dash，什么呢？A case study in Taiwan 或 a case study in Taiwan，然后什么一九呃七零到一九八三啊，你一定是在某一个地方，跟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内去观察到的现象。如果你的题目真的是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那你要谈的是全世界各国的状况哦，你要谈的是全世界的通则哦。 OK，所以你不可能是一个这么大的题目啊！这么大的题目没法写啦。好，我简单的讲，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个时间点。二零一一年出现了很多事情。那二零一一年你写了洋葱炒蛋跟小英便当，十月份出刊，所以我们判断你应该是年初就开始陆陆续续写。后二零一一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来。 你到处去演讲，因为你二零一二要选总统，好，你到处去演讲。六月二号，你这么说的。我的论文的题目就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我的论文题目就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做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 在我那个年代，我的论文题目就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 a r k e t 题目明明就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 a r k e t 一个星期后，二零一一年的六月九号，你飞到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来，这张照片，你手上里面拿了一个，大概看起来就像是一本论文大小吧？啊，难难道里面会是一只猫吗？不会吧？啊，这一本东西是什么呢？那、啊、我们不知道。 啊，好，当然也有可能是几罐啤酒、跟巧克力还有鲜花了。哼、嗯，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问喽。如果这里面是一本论文的话，你不是想要偷渡吗？你一直很想偷渡嘛，你一直很想让这个事情呃实现嘛，你想要偷渡一本论文的那个心愿，就跟一只斑马想要拍一个彩色照片一样，就是日思夜梦都在想这件事情。阿黛西的徐伯柯林嘛。 一只斑马，它这一生都无法拍一张彩色照片，所以蔡同学，你也就放弃了，你这个论文是没办法偷渡进去的啦。你再怎么塞也塞在 Women's Library 了。好好，二零一一年想偷渡没成功，那一年，但是你做了一些事情。你六月九号，去成功的拿出了你的 Student File，包括一般人不可能拿到学生记录表，以及那两份阿飘没人签名的空白文件。因为没有什么空白空白没人签名，因为你没有走过那个阶段。 你没有通过你的口试，所以那是一个空白的表格嘛，是放在那里传来蛋而已嘛，没过。好，那我们就要讲喽。六月二号到宜兰去演讲，你的题目是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为什么七天后再回来你就变成了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 Safeguard Actions？因为你拿到了你的学生记录表之后，你突然发现说，哎呦不对哦、啊。 当年我跟我的指导教授留下来的题目，后来被打枪没过的是这一个，是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后面还有个 in a changing world，后来被拿掉了，拿掉没有关系，拿掉了我留下来这个题目，但是我硕士的升博士这个这一个关卡的 proposal 没有过，可是留下记录在学校了，怎么办呢？赶快再回去。 把这个故事全部都在一起，啊！有人问我说：“那你 ProQuest 里面那个连接的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是哪来的呢？这个电子档是什么时候 upload 上去的？”我的判断就是你当时一九八三年的时候，还有出现在什么英国东京大学的什么那些书目，就是那个时候你拍板定案，你打算用这个题目当成你的 proposal 继续走下你的博士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发了一个图书嗯、呃、信，你发了一个链接给各图书馆，然后各图书馆呢，他们认为这将会是你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所以收录了，但是你没有走完这个过程，所以你没有毕业，啊，所以你图有书目的连接而没有书目的内容，所以这个题目是你一九八三年的时候被三修四改之后你的 proposal 的定案的题目。 那为什么到了一一年，你突然讲一个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 呢？因为你忘记你当年的题目是什么，你忘记了你当年的题目是什么，而你又想要掰出一本，希望能够掰出一本论文来，所以你呢，知道这会是一个拼装车，所以你不敢说这是一部什么车，你只敢说这是一部车，所以你就把你的论文题目放大了，叫做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把你那些。 呃，各个地方的中文翻英文、英文翻中文，乱七八糟的这些手札，通通都在一起成为一本论文。但是，二零一一年的六月九号，你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用特权拿出了你的学生记录表之后，提醒你了，你的题目叫做《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这是你交给学校本来打算要念博士班的题目，所以你在改写了你的剧本。从这以后。 开始出现了新的题目，让你的题目跟你原先一九八三年留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档案能够 match 在一起，这就是故事的来龙去脉呀，同学啊，懂啊學啊，同好啊，好泰敢爱中医啊，冒冒衰梦啊，爱上课啊，你知道吗？哎、欸，我说是觉得我们真倒霉哎，哎，我们好好的做节目，我们事实上是要监督台湾的实政。 台湾还有很多司法不公的、狗屁倒灶的，三百万掉在高铁上的问题还没解决啊！后面那个前面的烟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出现了。中选会怎么突然呃开票的时候又不唱这个有效票无效票？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可以好好讨论。芒果干我们当然要讨论。美国的政策其实有很多改变，Sheriff 下台很多东西。 都有很多可以谈的空间，但是为什么我们浪费时间一直在谈这个论文？那蔡同学，你欠我们很多了，真的。我们可以谈别的，但是我说真的，这一件事情不解决，啊、哦。台湾的选举会处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状态下。而且我要讲的是，别人都在谈别人的事情，没有人谈论文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再追根究底，没有人愿意做坏人，所以我们是逼不得已的。 一起好斗，在于不得已也。我们都被你弄上了法庭了，变成被告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题目继续讲下去，追个水落石出。而且，公益是邦国高举嘛，罪恶是人民的羞耻，所以我们必须锲而不舍地往下走。别人都不谈，别人都封口了，可是我就要讲蔡同学，你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你坦白从宽，一切都解决了吗？你干嘛要浪费大家这么多的时间跟资源？ 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至今无法谅解，我无法谅解。不过，我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后，回到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固定的 format。好，我们这个 format 呢，都已经被很多人模仿走了。好，都知道我们最后节目要干什么，就是要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唤醒蔡同学的良知跟良能，希望他的良知可以跟他对话。在这里有一句圣经的话，应该是在腓利比书吧，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就、事、是、已过，一切都变成了新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要怎么样在基督里呢？三件事：第一个就是相信，第二个就是认罪，第三个就是悔改。这三件事情可以让你重生。哈、啊，相信可以得到永生吗？好，相信、认罪、悔改。 它可以让你获得一个重新的生命，这就是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所以最后我还是要跟蔡同学喊话，还是要跟你做一些心灵鸡汤的对话，就是那个曾经改变我的一生的人生哲学，还是要送给你。这个哲学就叫做神的真理，就是圣经记载下来：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人，旧、就、事、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祝各位同学平安喜乐，大家晚安。